迪士尼主题列车乘车券的旅客，请您不要上车，谢谢您的合作。 台东、高雄、屏东、枋寮、枝等、台中，路也驰上玉里玲珑、青冬、花莲、礁溪。预计晚上7:50到抵达终点站台北站。预祝各位贵宾有着美好愉快的环岛旅程。本列车第一级第二车为景观车厢及8台服务车厢，预计于早上7点开道。车厢前后皆有行李放置区，欢迎旅客多加利用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Next stop, Jai Station.Thank you.
东澳站，屏东海站，屏东 next stop。Thank you.
现在有很多的贵宾被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无敌海景所吸引了，乘坐公车台东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行驶到这个悠远无敌海景，也是号称我们全台最美的车站——多良火车站的路上呢。相信大家啊，对多良火车站一定不陌生。好，原先的多良隧道呢，因为离合挤压变形，因此呢，重新架设了多良高架基线。这考量到警方还有特地将电线呢设置在山边，全长2.7公里，一望无际的蔚蓝海岸啊，就好像我们是神隐少女搭着海上列车在海上这样子漫游过去。所以呢，就特别在这边呢，我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让各位呢可以尽情的徜徉在我们太平洋的卷卷浪花当中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车速也有点慢慢的放慢下来了，我们就一起陶醉在我们这片蔚蓝海岸吧，噔噔噔噔。本列车即将抵达台东站，要在台东站下车的贵宾，请您先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贵重物品。本列车于台东站停靠后，因为要更换机车头，将例行性暂停电力及空调系统。我们2:05开车哦。好的。我们这样。没有，就是天亮。小心会把我车。没有，这。好了。快点了。
家午安。现在为您提供的是由台东陈家寡集每日现做的 Q 粮寡集，哦，让您慢慢享用，谢谢。火车呢正奔驰在我们的花东纵谷之间，所以大家可以从左右两边可以看到我们非常丰富的光，不时的看到一些我们的石碣遗迹跟原住民的聚落，都是值得在我们的旅途中慢慢品尝跟感受的哦。
啊，谢谢。謝謝稍等哦。
是环岛之星梦想号迪士尼主题列车的贵宾们，大家晚安。噔噔噔 ，Hello， 各位贵宾，大家晚安，辛苦大家了。本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台北站，再一次由衷的感谢您搭乘环岛之星梦想号迪士尼主题列车，祝您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。请代表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以及一游网旅行社全体工作人员，先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再会。
Attention, please. The terminal station for this train is Taipei Station. 各位旅客，本列车的终点台北站快到了，请您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谢谢您的惠顾，并祝您健康愉快，万事如意。我觉得他应该把左边的那个有一组放到这边来。